呢，把官人等等去过到龙哥了，然后呢，最近总结他把家给要来的，等于马明英啊，等于叫他那个破瓦匠那样，确定就是到中国要来去，嗯，等于第一十年等于叫他十九岁上去考完要来去了，等于叫他身边他们有人，然后入部的人就把钱给我来着。因为接触大把人家，没得他们有种，等于接触人家，我这是我要的，等于接触大把人家这些个要的，等于这出人呢，等于家把人家也永远都不要的，嗯，你莫上这地呢，嗯，这样出人等于上去各省人民都要的，就大把的，这看到人家也永远我的，一万个要的。昨天，昨天已经给各位传授了，各位法友传授了寂静跟愤怒百尊的灌顶。在昨天的课程当中也提到，虽然在广大浩瀚无尽的法身跟报身坛城当中有无量的刹土，寂静跟愤怒百尊的天众也是无量无数，而这是从清净的层面来说的。就我们世俗的角度，自己的身体当中的蕴、触、界，以及外在的五大种，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跟外在的世界都有很大的关联，这些都与百尊是有关系的。在我们的蕴触界等一切的内在组成成分成熟时，就像是花朵得以成熟，能够现前清净的本质，如此一来就能够行持饶益各道有情众生的事业。相反的，如果这样子的本来的能力并没有得以成熟的话，就会接续不断地展现轮回的相。到底这些寂静跟愤怒的百尊，他们是从何而来呢？如同昨天所说的，他们本来安住在众生的身体当中，六道一切众生的身体当中本具百尊的自信。我们甚至说他有百个佛部，这些百个佛部的圣众，寂静跟愤怒的百尊，如果以精华的方式归纳起来的话，就是五部佛。那么五部佛再归纳起来的话，就是法报化三身。所以我们在昨天的灌顶当中介绍了五部佛的灌顶。这位你经历八道的这行业吧，这接人的接话人有接到啊，接那的呢，因为没有了接话让你到达马戏班的那个有的这种那些马戏班的小呢三年修那刹那中，把这精力往多少种，精力累的吧，这接了开，接了有一点了。等你，打不起来，等你，到达那刹那的接人，那么那个接的有嘞。当我你妈到那个等，等你也红，等你朝我们上去接，上手那么那个，我们那几天这接人的接完有，这下好多，接了接完了下好嘞，这个接的当他的精力可能累的吧嘞。接人他们这是一种接人种，接人他们接了便宜有了一些。首先我们来看到六个中音当中的第一个中音叫做生存中音，从字面的意思上来说，它也可以被解释成为生处中音。处是处所的处，就是处于轮回的意思。那这个生的意思呢，是生存受取人的身躯，从或者是受取身躯的意思，从获得生命一直到还没有遭逢致死因缘决定的决定造成死亡的疾病之前的这一段生存的时间，我们称它叫做生存中阴。按照新义派的密法观点来说的话，生存中阴跟升起次第法门当中的五种现证的次第性修法是很有关系的。所谓的五种现证，就包括了观修、莲座、日坛城、月坛城上面的种子字，比方说“哄”字，
以及弘子所转变成为的法器相，再来转变成为圆满佛身，这样子的修法叫做五种现证，它是与生存中因有关联的。这方面的话，那么业、恶机、无妄机、欲机、浊邪的七八戒都业的，这些戒人那么业生不了的，我在这里是下凡的也不了的，这些戒人被杀成的落了，今天这个下坡的孩子。生命出生在轮回当中的形式有四种，我们称它叫做四种出生，包括了胎生、卵生、化生跟湿生，配合着四种出生就有了四种类型的生起次第。如果我们去阅读相关生起次第的经典的话，会对这一方面理解更加深刻，这是很好的。这种东西啊，马来这些的吃一下的，然后吃就再做一些落，一直做一些落下来。这么大的今天把这种产品得的，这是就它就落下来的。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生存，要讲的是中阴教法，所以我们不特别去谈生起次第。由于六中阴根本颂已经翻译成为了中文，所以待会我们就先从中文的译本上面念过一遍，先念生有中阴，请大家看一下法本的第八页。我们今天把这记录了。生有中阴，皆乎生有中阴现前时，生命无常气怠惰，屈入不懈闻思修，转心入道正三身，此刻我已获人生，此心无暇闲散漫。好，就这些。但是这个人能拿些过来，今天那边是个人，今天发多的那个买那个那些修。今年大三年马上把这点今年把多少，这个他哪里说明嘛？这样子，当我当真的了，吃完嘛大吧，没准备，这什么中国的？这个农民日落方式的，我们日子特讲的，没大把苹果的，忙着吃米，吃点玉米，这苹果多的是，这个人在这里呢，他可能就过来了。来了的呢，哦，去的跟叫他刚去呢，他人民传人民，大陆民传人民上，现在开始打他的，主播说明忙不了的，要不用啊，忙不了，就拿不下去耍，就拿传不进的，哦，他还不忙很多，肯定上不了的，原来几个干的干的啥去了，这多难的，今天脱不了的。原来我们学习吧，就家里的都下过来。哦，学习吧的，上班的女的的，最近的家里脱裤子，上周才做的么子，上女的脱裤子。我把那送那三天的嘛脱了，你国家奖金的，你应该有的去。这个嘛，这个上女的他当然耍脱裤子，这家里人耍脱裤子，家里人上女的耍脱裤子。人做上面就够了的。那么，谢谢大众的念诵，再来要讲解根本颂的其中的教授。首先是关于生有中阴，什么叫做生存中阴呢？他的意思是说，从我们的心事入胎起，一直到降生，并且还没有死亡，也就是还没有遇到致死疾病之前这一段存续的阶段，叫做生存中阴。按照佛子行三十七颂的说法，我们应当首先思维暇满人生难得的道理，再来要思维死亡无常以及业力因果的道理。如同这边所说的，生命无常气怠惰，我们应该要晓得自己并没有时间，没有太多的可以存活的时间，所以应该要放下怠惰心，要放掉懒惰的心态。
我们应该要去思维死亡无常，而且要晓得死缘是非常的众多，导致死亡的因缘非常众多，何时死亡则不决定，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死亡，因此不要把事物拖延懈怠，明日复明日，把今年的事情拖延到明天，或者是把今年的事情延宕到明年再做。有些人会认为他可以经营长久的人生，比方说他先累积了一定的财富，然后呢有了自己的房产等等，再来经营如何如何的人生。可是能不能够真正如同我们的心意这样的发展，完全要依赖我们自己的福报有无。那在学习佛法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教法的核心，也就是慈心跟悲心，要把握珍贵菩提心的道理。如果不懂得这一层的话，那么许多的行事举措都将是非常混乱的。如果能够把握菩提心的慈悲心的要领的话，那么在从事任何工作的时候，他都能够转向慈悲，都能够转向佛法，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皆然。因此在佛法修行当中，核心是培养慈悲。第一上就叫上班去，完了咱们去过来去，去吧，去了可以去过来去。咱男的把长期的这个给了个老人接不过，啥家人人的，你忘不了，让他们想弄，你感觉搞个那个啥，你哪天拿手吧？这上面没做过，光是长的，刚那些骆驼那么也是从几把的，这是哦，骆驼那么也过去了。就当中去搞背叶张，是我的叶，基本在当中去搞的过了。这几个去呢，是那么三天没下班以后的。当然，这背忙的呀，今张几个地方我怎么这？我说这背上去呢，张了进去的，让给你是去跑跑上，张了进去干啥去的？不是做把这个藏了的。사야만보래지잡히는건맨날와서족창을해야하는제가말이지잡히는속에최저차가있냐말이지이참샘찍발이지이모든것찍발이지눈이찍발이지이맞아장하자용안용이용이용이되니따라변화주상보증나동하자용이내준비시바하자용내준비신앙이제당시남이제발용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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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용
在同一个地方当中，可能有上亿的小虫，如此多的生命，在小小一滩水当中，有多少的水生的微生物，它们的数量跟人比起来，简直是极其庞大，那个倍数是难以想象的多。这些众生，他们都拥有心事，他们都拥有烦恼，跟我们这些人道众生是没有任何不同的。相对于他们，人道众生是多么样的稀罕，多么样的微少。业力在人道众生当中，懂得奉持业力因果的人，懂得业力因果道理的人更加的稀少。懂得业力因果的道理，又能够真正的去实践它，真正去落实它的，也是极其稀少。而在这当中，能够体认三宝殊胜功德者，那就更少了。我们说三宝的殊胜，三宝的意义是珍贵殊胜，它指出了三宝具有不可思议的广大智慧的层面。由于三宝的缘故，所以众生得以获得暂时的安乐，以及就近长远的安乐。这些道理能够通达者，其实是为数极少的。我们要晓得人生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即使我自己身为一介贫穷者，也应该认为我这一生能够获得下面人生，它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懂得用这样的方法去做思考，那么肯定能够获得很大的功德。因为出发上的落就差嘛，我就差了。菜样里边，这就跟我解释这种，人人解释这种，长里边人也是。这东西龙要是不点嘛，你们他们是熬药的是。我说娘子，你们他们是干一锅锅的嘞。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往哪把去？从那么多嘛你连嘛你就锅锅了嘞，连嘛你就总锅锅嘞。这其中不能牛鞭是吧？我们不能牛鞭是吧？那个最可恶的，牛鞭是吧？那个刚的呀，六三九天三八的牛鞭是有呢。这里计划起来忙不了，那个头一声对吧？他都穿起国防，人家叫头要很多。越牛我把这个来的，这人家家人的生命不多。你们没能够说他在家看过成的不过那个马桶买的那个也是。这买的是说到成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成的那个成的你们我累了麻烦了你们我没到过长的你们都在一起去我真的到七八家去我没的呀到底是东大套差不了。七八家切了这切了就别人去年了看不见了那边忙不见都不有的也那样了。总说了的那个牛鞭力气嘛，劲了，让你这里这不偷偷不要嘛，这不该偷偷不要嘛的，啥把的你这大国家偷不要嘛的，当当的，这里进去的拉手把那个肉要的，这能说什么的？去把个平民把抢着的，对，去把他们上不着的，上不着了，该个平民都哦，上不着当然他他妈上不着了，管着是。三个就开始的过程哦大人的上去就当不开始的然后爬满了都都不能说哦他这个呢他的爬满的他的东部东部的一百元的人计划长一个人的爬满都不满这个事儿这叫我就算了他上路上的地下火的他就干了就跌松了哦上手成功的然后车里面就哦就爬满了就把这叫没买一张能干些，买张干些，买能干点样的神经上去送的。哦，这种东西，他都买了几样，我节约的，甚至他现在阿妈上了阳台上上头呢，里面的身体这里出来是热气的，这身体潮湿了，血呢出来积了也出来，出来没积了，哦，得刮上刮，别把别把老买，这出来的积呢，那你说密码我就通了。那你把这种爬马马这个用嘛，这爬马节约人是用毛的那种多节约的，不过就这个那么多，不过节约这人也上不过来，这上呢，这是人也给这里错了节约的，这错了人就觉得哪里的人学不过来，上这里我们这上就皮马干的，干的便宜的，哦，他这个上这个便宜的，工作如果你上上的曾经上的容易干的。或者哪里缺啥，哪里人怎么缺啥？你梦中啊，他从上个的接呢，那别人街上这个王子都认不着呀。
他都这么了，你现在他说了，这话了，说起来的话，经常这些，你如果认真，用这真样的样子真，对不对？哦，他在说说，你如果搞得到，俺现在去不到，现在呢，别的不理解哦，对不对？对不啦的，他这家伙，口头说嘛，不是说的对不啦？说第一两句口头啷个把你就把马上他讲结果吧？ 他在那没去，没去当记者，到哪去？谁问？人家可不承认谁问的。这水中的谁当的中的？这里上不当，这里谁当？你莫认识，你莫不可能。我们这，就算我们是，嗯，你莫个中的上，地上的玩的多，谁当的这个？你话，谁那个这个？也大，怎么不对？尊重，呀，俺家这个啦，也是差不多，都差不多，那。 那这里查到了这个上面，他这个咱们上面有了，上面有的人他住的，原来，也大个的话，我们方便，没有不是找老村子，咱们那个看了当然就是我们过去了，你说完了之后，东西恰上了就有了，这还不用么了？哦，你要把也大有的去搞掉，这个通常都是军人，让人搞搞弄，这里上不有了，嗯，对。 地上呢，当然就是让人有点力气嘛，就是大些的。对，你看，那你他咋让人马多、萝卜多、草草多，他都得用了，对不对？等于跑了，跑了，对不对？作为一个修行者，佛教徒，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当然要尽可能的去修学佛教的内涵，但是佛陀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一的受持，一一的奉行。佛陀的教法啊，包括了教正理正、教法正法二方面，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它太过于广泛了，我们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就要了解落实的具体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把握二谛的道理。 也就是从世俗谛上，你应该要确信业力因果真实不虚，从圣义谛当中抉择一切法空，如此抉择二谛而作实修。所谓的世俗谛当中业力因果真实不虚，该如何认识呢？你要从因果规律去想。首先，快乐的因是什么？你应该加以思维。快乐的因就是。 慈心跟悲心，我们要晓得，如果拥有慈悲，那么百分之百在生生世世当中都可以获得暂时的，暂时的人天善趣的果报，这一点是完全肯定的。那么，如果造就了痛苦之因，以烦恼而造业的话，百分之百要感得业力的一手果报而感受痛苦。 这一点也是没有任何欺狂性的，这个就叫做是业力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我们有时候可能认为，人在暗处自己做一些非法的勾当，不会被人发现，违反法律也是可以做的。但是虽然没有人察觉你的恶行，你的心仍然确实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的心仍然明明了了的能够照见自己的烦恼正在运作。 既然烦恼在运作的话，它将来必定承受烦恼的果报。就像是种子，它没有逆缘的情况下，必然会开出花朵。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切的从这一方面去认识世俗谛上业力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否则的话，空谈所谓的见解、空谈义理这些口头禅，我们可以讲的很多，但是真正落实上却会变得非常的贫乏。 我们务必要对于业力因果产生决定的定解，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对业力因果产生定解的话，无论你再怎么学佛，它的成果都不会彰显出来的。所谓的学佛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护持你自己的慈悲心，就是你能够证得暂时跟长远的安乐。如果你不能够对业力因果升起定解，你就不可能。 能够护持你自己的慈心跟悲心，你就会随着世间八法跟我执等的这些负面力量而转。
所以作为一个学佛者，我们应该懂得思考，也必须要思考，去思考哦，什么样的事情才会对我有利呢？然后你晓得慈心跟悲心对我有利。在今生当中，我们会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亲友产生慈爱心。进一步的，我们应该要推己及人，把这样子的范围更加的扩大，想着无量无数的众生，过去无一例外的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那么我对今生父母、对今生的朋友们的慈心跟悲心，也应该运用在他们的身上。就像是佛师世尊曾经说过的，我们应该要晓得众生无尽，而这些众生就像是虚空一样，他们都曾经广大的如同虚空，都是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的。应该要这样子去应念众生跟自己的关系，以正念提起正念来思维知母的道理，了解众生都曾经反反复复生生世世当中一再的做自己的母亲。如果能够懂得如此知母念恩的道理，我们那个坚固冥顽不灵的有如冰块一般的心就会逐渐的融化，你就会真正的对众生产生感受，你真正能够感受他们的苦。如果没有感受的话，所谓的修行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应该一一的去思维对父母的慈爱心、慈悲心，对朋友的慈悲心，对更大范围的友情，那些贫苦的众生的慈悲心，我们要再再的想他们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一定要深刻的体认，在内心当中产生感受，一定要能够产生感受，才会能够灭除我执的。否则如果没有感受的话，就不会产生慈悲心的功用。三界轮回的痛苦从何而来？就是由强烈的我执而来的。由于有强烈的我执，所以我们造了我们产生了烦恼，我们有了嗔心，我们有了无明，而嗔心的自相、无明的自相，就造就了种种的痛苦的恶趣。比方说，嗔心造就了地狱道，无明造愚痴造就了旁生道。我们要反复的去看，随着烦恼，随着无明去转，会有什么样的过失？我们要再再的去观察他的过失，晓得说哦，如果我升起嗔心的话，嗔心会把我带到三恶道去，我可能会因此转生成旁生，比方说我可能会转生成为一只蝎子，那个是非常糟糕的。或者有些人他们为什么被关在监狱当中？为什么他们会被判死刑？这些原因是什么？这些根本的原因是过去他的嗔心成熟的结果。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去思维这一点，这个就叫做禅修所以我们要在透过做禅修的力量，晓得原来这嗔心的过失是如何，而培养慈悲心的功德又是如何。由于烦恼的缘故，所以我们才生在六道当中。比方说由于嗔心，我们生在了地狱道；由于吝啬，我们生在恶鬼道；愚痴让我们生在动物道；由于我慢的关系，我们生在天界；贪欲的关系，生在人界；由于嫉妒的缘故，生在飞天阿修罗。实际上这些地方并不是如同童话故事一般虚妄不实的，它们就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上。像是我们这世界有没有阿修罗，有没有因嫉妒心而产生的冲突呢？很多的地方都充满了冲突，那个就是阿修罗。很多的地方都充满了贫穷跟饥渴，那些地方就是鬼道。只是我们不晓得，在不晓得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啊，那都只是天方夜谭，那个都不是实际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自我欺骗、自我伤害。这样子的人根本不懂得业力因果的道理，他可能片面的理解，或者是颠倒的理解。等于去把他走了，人家这种盲目有一点，说不上他说烂点吧，卡里那样的嘞，说他是干的。三重这马戏法接了上了农业学的人，农业是还有人教，农业是女木把人教的，我女木把农业教完，女木把长期教完开始，当地的，我当地帮我打开三重村过来，三重帮三重就做这些的了，哦，当地人不了，哦，到上海帮你当地民俗了开始，当地民俗，甚至他们甚至长期的这，长期的就上了大山。咋的啊，这老师我送过去了，这手上卡着
这上秋村马地方接了他说他了地方没娘把他住了他们这一盘生就会让他睡着罢了这里上山你上秋村有了今年这里当上你们去把用了这里上哈上这里上哈他总这边的这去年他的总是上午当然可以的去上午去上去把上班把自己家去了所以我努力我可以的我可是千万人把做的千万人把的了该平庸的我去你你用把人家上街也看看好的当我上午就什么节目的没几个都把茶道的靠着街子里拿人家把他做的这些人都出把我就了呀这是你们都是人的什么节子里的拿人家这里的那把节目用他一个包着的什么叫不着的因为能力没呢所以要不到这个哦你我希望这样你我这样的这样不过的让人去打他不了的因为心里想这个哦我的苦去给中去去拉松在跟你拉你手机们的事儿让我等你开玩笑就让他去他中间的就忙不忙的多了吧别提他了弄了就把他去他走吧拉你手机们的你要不过松了老子把参见你能读那都不用你没把他真的吃上把他忙忙的就把他拉你手机把他的给我的这东西看你说那你能怎么跑过去我把他看着的我身边三分之一工作的你身上买吧然后身边真是第一个这工作才来的买那么久吃上把他买那么久佛陀的教法当中分为大小圣等的不同圣门他们的所探讨的教法意义广狭也有不同大体说来有三圣别解脱圣菩萨圣跟密咒金刚圣三个部分其中的别解脱圣主要谈的是令未得升起的慈悲菩提心得以升起的方法他首先讲到苦然后去探求苦因也就是说苦从何而来了解到苦来自于烦恼再往下追烦恼从何而来烦恼来自于我执那么我执就是一切的根源所以应该要断除我执要对治我执这个就是令未生的菩提心得以升起的别解脱圣当中的要义那么要令它升起并且能够不衰损使慈心悲心菩提心不衰损就是要在一切的行持当中都能够切合六度波罗蜜多所以菩萨圣的教法谈的就是如何让已升起的菩提心不会衰损那么密法当中就提到假使去除了我执以后我们会了解什么呢我们会了解到自己的心跟佛的心跟佛的智慧是无有分别的所以在密法当中谈的是以清净见而对治以清净见而消弭我执了知到自心跟佛心是无别的如此究竟的果得胜也就是令菩提心辗转增上的教法如果说我们了解到这一层以后那么其中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呢如什么样的是禅修呢我们晓得的再多都必须要用禅修加以落实什么是禅修禅修谈的就是专一跟正念在具足专一跟正念的态度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心是落于烦恼还是慈爱的我们可以见到烦恼跟慈爱之间的界限由于在这之前不能够区分烦恼跟慈悲的界限的缘故所以当心生烦恼时就随烦恼转而造种种业受种种苦所以真正的禅修就是要以秉持正念的专注态度来看待自心要晓得相对于身体跟语言心就像是王者一样身体语言是受它支配的随从当你把握住自己的心以正念摄持而见烦恼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摒除哎，我不需要你就不需要这样的烦恼把它放着否则的话那我们随着烦恼转怎么样都不会有功效的如何在外境上去解决外在的敌人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像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当中所讲的如果
你想要从外境上再怎么样去降服敌人，最终烦没有降服内在的烦恼的话，外在的敌人仅仅只是会越来越增加而已。像我这样子学问并不是很丰富的人，但是我觉得要禅修的话，要理解佛法的话，就务必要从佛子行三十七颂当中去入手，能够从佛子行当中谈，也可以了解所谓的禅修是什么，如何去培养菩提心的种种道理。那些南龙各种工具啥事，那些南龙不打理的是哪的当没当都多当，这就去让人嘛，我能给有的那他就刚说嘛，生活的经济就去给来到发差的说嘛的，那边身边上就看到月经的来到发差的说嘛也有的，这个大可的人没这个钱的，没这个钱的呀，如果没身体的钱，如果没身体钱可以把它好的哦，他讲你恐怖了，我们讲的肉多嘛的是，主要是身体的那里个钱多些，肉民身体的那里，哦，那么你肉民的身体当然变钱多些，那么吃了这种他妈的，我但是肉民的身体搞好了，这个他妈身体身体钱，他妈身体一直吃的，他身体一直搞一家的呢，那我身体他是大部分人就是那个身体没有的呢。那不我的给你把钱给到的，那不我他这个打上了唱上身体就没得开始的，我身体就没得，那不我的把他妈妈把这身份拿看上去的，我这给你把这背起我都把心里我背起我都弄得那不我弄得哦，身体也得拿看上去的，拿看上去的呢，拿看那你他这没什么要拿的先拿卡打的嘞，这拿完的什么三个字都三个字就把人吓的，拿先拿拿的，拿完他就先着他的，拿完先着他的，先你帮我他的，你先着两个你要的对吗？这先拿卡打的好好我有的。在根本颂当中第八页。第三句讲，第四句讲到转心入道正三身，这边转心入道是指将一切相所显现的一切相抉择为心，以此为道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所显的相，我们要抉择它来自于心，包括了业力跟业力相关的烦恼，以及由种种的因根增上缘所促成的种种现象。乃至于我们认为不同的个体拥有的心，乃至于有形象的无形象者的生命，他的心都是创造这一切种种显现的根本的来源。我们要了解乃至于外境乃至于身躯这样子的显现象，最终都是来自于心的。怎么样通达这一点呢？比方说像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在梦中会觉得自己仍然有一个身形，但是当然那个身形也是由内心所投射出来的。你可能在醒来以后，你会描述梦境当中我曾经如何如何受了一场苦又如何的。你之所以会这样的认为在梦境当中也会受苦，梦境当中有个身体，而实际上却完全没有这一切，明白的就说明了那样子的所谓的身的感知也是来自于你的心的。同样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身也是归结最终归于心的。所以这一段转心入道主要谈的是一切所显的相都归于心。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从心的本来的面目上来说是完全离于一切妄念分别的。真真实实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做禅修的话，你既不随着过去已经结束的分别念而转，也不去追随还没有升起的未来的分别念，而能够清朗的安住在当下犹如虚空一般的心的本质当中，即使是一刹那也能够带来极大的快乐的。即使在一刹那当中以极止的方法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你也可以离于痛苦，无有妄念。这时候你也不会执着抓取任何气世间乃至于情世间的种种事物，
所以这边的转心入道，主要指的是，首先抉择一切相为心，再来抉择一切抉择心的本性为空。如果能够反复的内观安住在心的本质当中，就能够最终通达原来心的自信犹如虚空。先来养老有这呢，这里你把它往往把这些什么怕到了这里，这里三界各种东西，三界什么各种有的，地用地下好的，各种的高看的，就把你这什么各种就开始有的，各种就这些。生这个用这个做，干的，哦，生的，我光忙忙看到你的，这怎么下工了嘞？这我光没意思。天哪，哦，他光忙忙这么，你多半是下工没十八三五的，才干的，哦，第六个就不要了，是。哦，三五光忙你的，看看的，看看哪里，我尽量的。他这怕压一样的，这里拿皮卡车的上面的，身体里插不着的，如果这用力力啊，身体里插不着的，这里突击不能插吧，足够的，足够用的，这里用的，这两个身体内容同的，这插不着的，这一样都把这个，那他他一件的啥穿什么裤子，我这三公斤长嘛的，哦，身体内容都那里就没了。다들마시왔던데나또툭툭문제있다그고도강의이제생기내려가서참아서는지치고지게그래예예를들어둥지뻔을잡아쭉어져서자기욕기지는욕을요래빼잖아죽을남았다롱끝좀왔다쭉을잡았다그랬지예빼세야되는데욕을요래생내려가서나중에나와서것을문제를사오라는생것을문제는은혜도제들이하고그래当我们反复的向内观，在在的观心，不落入于过去已灭的分别念，未来未生的分别念，而安住在犹如虚空的当下心的自性的话，那么确实能够了解了知佛陀法报化三身的功德的。这三身并非一体，它不是三个不同的事物，就像是救护尊吉田松公尊者所说的三身片在的道理。他的意思就是说心的本性三身是一如的，它是唯一非一体的。心的本性是什么？心的本性是犹如虚空，它的自性是空，它的体性是空的。但是这样子的体性空，是不是空空如也，完空什么都没有呢？并非如此的，它仍然有一种明知的力量，明知这样子的空的觉知，这样子的觉知是它的明分，这样子的明分我们称它叫报身。那么空跟明这两个层面是否是两回事呢？也不是的，空跟明是不可拆的，不可拆解的，它两者是双运双融的。这个我们就称它叫这个本质，空跟明双运双融的本质就叫大悲化身。也就是说，空明双运双融的自信是心的功德，它能够如同虚空周遍一切处一样，心的功德也周遍一切处。因此当我们见到心的实相时，自然而然的周遍一切处，周涵括一切有情众生处的慈心跟悲心就会油然而生。真正你安住在这样子的实心实相境界当中时，你会感受到原来心的自信是如此，它确实是极度安乐的。我在暂时的世俗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那些苦，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你的心完全展开了遍及一切虚空处、遍及一切众生处的慈心跟悲心，这个就是见到心的实相的功德。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晓得法身犹如虚空，报身犹如虚空的云朵，而化身就像是滋润大地的雨露一样。如此的了知自心的本性，就能够通达佛陀三身的功德。门里人家搞不懂，就是一骂他们，你不是说没人去？门里的他们叫还有那个，他们那个这东西什么？他理解懂他的，都不嘛都不听他。
他英明人生真的年轻了没哪里别的人你上来就多拆了怕去看了那他就忙着了你哭不要的下脚把他给我看了拆一种你也拆一种你家拆不干你家先买一把拆出你不你家拆一个你先去买那个你啊让这个我绿灯还是不给他出去让你帮助我的这是把油把油用进去的烟瘾你去的吧那是你叫我就到宋这样你把油的状态就不算把油的洗了的把的洗了的你洗了的不差一个人都能买一把钱的你让你去过的时候我去把这上人他妈滚去不敢上你还不会扎钱不拿我不管的东西从东欧回来上面就去不去的哪里没法找回来哪里没法什么东西东西还不会我们从这里给啥东西当过老房子在根本颂下面两句提到了此刻我已获人生此心无暇闲散漫我们了解到下半人生难得的道理务必就要让它具有意义不能够散漫虚度它了在过日子的时候应该也要像至尊弥勒日巴尊者所提示我们的凡事应当要有量有节有所限度比方说食物也不能够过量了过量除了会导致就是肥胖或者是睡就是易打瞌睡这些问题都会有很多的缺失的所以要在饮食方面也要有所节制要有限度自己的睡眠也要有所限度在身体的劳累身体的劳作上面工作方面也要有所节制有所限度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要提起正知正念跟不放逸这个就是真正的羞耻尤其是不放逸那实际上就是羞耻的精华所在不放逸的根本的价值意涵就在于就是智慧就是智慧的本质所以当我们在闻思修佛法的时候务必要把握这些道理所要闻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慈心跟悲心的意义以及价值再进一步的更重要的是要去禅修禅修慈悲心之外我们应该要禅修空性的道理透过空性的禅修让我执得以被去除掉我们禅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经由正知正念不放逸来对治自己的我执让最终我执得以消灭如此一来才能够不会枉费我们今生获得暇满难得的人生不会空过它这个就是根本颂所说的此心无暇闲散漫的道理没那么帮助才是落下来他就才落也忙着了没那么帮助才是落下来再来我们请大众一起看一下第十页睡梦中音同样的用中文我们来念一下嗟乎睡梦中音现前时抛弃如失放逸心处无散正念中转化睡梦为光明莫若旁生般痴眠睡梦修行何为一等于他眼看着拿完了这些菜你用计是你往里拉插过来他们这插那些是把你往前了你这就把有了嘞你这就把有了你怎么可以这就拉低拉低插了把那些人心里把卡了把那些刷给我了你都不听我的了嘞就是没法就插进去了要不我那儿把你帮助他那你可不知道你可能如果出地也不要的他你把后面你看我上去这才是你的心把清楚的人了你的你把的如果出地你我要的这样才就我要的才就你那怎么的怎么我要的话你可能送的这里只因把人民内陆方面有
在前一段当中提到了对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相为心要产生定解，再来就是我们面对睡眠的时候也要能够具足正知正念跟不放逸，要晓得单着睡眠，那么睡眠本身是有很多的过失的。如果我们单着睡眠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睡眠的本质是愚痴性。这边提到了抛弃如失放逸眠，这边的如失有一层意涵在里面，就是愚痴的状态，就如同是一具死尸一样。我们人们很容易单着于睡眠当中，当然我们都需要睡眠，但是必须也同样的需要有所节制，不能够过度的单着，否则的话只是一味的躺在那边没有任何的正念的话，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无异于一具尸体了。在需要睡眠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去休息，需要睡眠之后入睡以后呢，会进入沉睡的状态，从沉睡的状态当中起，又会产生了梦境。如果透过在在的观修梦境，在在的训练的话，我们会在梦中晓得自己在做梦，晓得自己正处于睡梦中阴当中。所谓的睡梦中阴，它的界限是什么呢？它的界限的起点在于入睡，然后它的终点在于醒觉。这个入睡指的是我们进入深层的睡眠，在深层的睡眠状况之下，我们会进入意识状态不显著，也就是说不无念的一种状态。从这样的无念状态当中醒觉之后过来，它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做梦的阶段。如果我们能够经由训练反复的明知做梦的阶段，能够晓得这个是梦境的话，那么就不容易陷入那种如同黑暗一般无念的恐慌感当中，也不会陷入那种在无念的境界当中没有办法有任何明察的过失里面。这些都是在睡梦中阴当中修行所能够达到的优点。所以下面的这个句子才说心处无散正念中，在看待睡眠的时候也要提起具足正念的思维，这样子才不会让自己的睡眠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像一具愚痴的死尸一般放逸着。这个是前面的开始，我们稍微等一下用。他莫不让了，不让你把心里不让你用的，这是就是在讲的，不让你把不让你讲什么？哦，他不让你，不让干什么？还是什么？你甚至头发里边都秃皮了的，这个结论讲了。我大部分看到这里多少三年以来见大部分看到这里很多都可以的，这就可以就加上几个人，这就这种东西你不能管你不能管你，但是你要接着不管了，
我那天早上吃狗肉呢，我就就是，拉这个红，你弄完吃的呢，吃红，吃了红之后呢，他把这个给呢，拉面也上了，拉面就说了，搓成成茶的，拉面没有吃的，我今天去那个就把的，那个就中了，成了拉面哪有的，我被拿了走。가리네처음에서는나쳐봐도그들이너이제집좋아하는지어디는나가는지그는안나가서는남의여사서는이제한다가서쳐서그러니까이내일도쳐라내일은그남은다가서하고싶네如果能够反复的经由训练，而在梦中以正念觉知，这是梦境，能够把握梦境的话，那么，就能够对于梦中的景象获得娴熟。在这个做梦的阶段当中，我们的心仍然是无有阻碍的，心的无碍性让我们能够展现出种种的变化。如果禅修身体次第有火候的人，他在这个时候也能够观修身体次第，而前往清净的刹土，视线种种的变化，乃至于在梦境当中也可以现起种种的神变，比方说身体转化成为鸟、动物等的身体。禅修很功夫很强的时候，在外人看来，外境也会有变化的这种景象出现，就像是过去有一个上师，他在自己的床垫上打坐的时候，不断地禅观自己是一滩水，然后呢，他的功夫非常的强，所以他的侍者从外面看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床上有一个上师，他看到的是一个湖泊在那边，这个就是他禅修的力量所展现出来的变化。那么后来这个上师出定以后，他抱怨说这个身体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侍者他拿这个石头要去丢那个湖水，丢下去以后呢，那个上师就确实感受到这个不舒服的感受。后来呢仍然在这样的禅观当中，弟子把那个石头给拿了起来，上师的毛病也同时就没有了。有这么样的一个公案，说明了心能够变化的道。中午在接人个，接人我呢，辛苦上面的，那东半就有人念诵了，我们六十块，刚那东半年的话，这个这样的话呢，我那些人就刚上六公安的时候，辛苦上拿上完的药嘛，没人拿去查的药嘞，很多网上讲没人，谁没人拿去的也是，从丰益哈高中，甚至是吧，哪里些中上，甚至看去查嘛，家里几个亲戚查过嘞，这个在多少？这人一点钟啊，把那个下地都拿上去了，就落了。生活上也这些都没用的，地养不上它，地晒晒上打翻了，就错。你看人打不行，看他就落地没打出去了也，打不行，看他就同样要的落地都不行，看不是要的，长尾巴要的，从出去要的，就把他们拽一拽，为啥养是吧？你说过啥养？这你说过啥呢？我他妈这家有点儿。如果真正去禅修升起次第而获得功夫的话，能够体现空性的功德的，就像是护主龙树菩萨所说的：“正因诸法本性皆为空，所以所有事物都有可能会产生种种的变化。”它的根本原因是空，也是事物的根本当中并不存在自我，我们的我执实际上是一个虚妄的事情。心的本性就像是明镜一样，如同昨天在观顶当中所直指的，心的本质如同明镜一般的大圆镜智。那么如果了解到心的自性确实就是空的话，就会通达它有如虚空的本质，那在看待任何的事物的时候都能够通达这一点，那么就能够以心的力量而产生种种变化。比方说见到至尊度母的形象，
立刻的观想至尊度母，那么由于心具如来藏的缘故，自心马上就真实的转变成为至尊度母，它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的。同样的，由于心能够起种种变化，所以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亲近的刹土，直接的现见无量无数的报身刹土，这个就是心的本质空，犹如虚空而能够展现的，能够展现出的种种变化。